问我点解会高兴，究竟点解会苦楚，我笑住回答讲一声，我是我。大家好，我是120岁的组合，我是阿嚣黄锦明，我是阿波明哥之音，两个加埋齐 MGCY 明哥之音。系啦，120岁咧，你是小股东，我是大股东嚟嘅。但系不过咁样，唔理小股东大股东，其实过去咧，我哋都遇到好多人生嘅高高低低、起起跌跌，特别喺我喺過去啦，我喺過去咧，特別係喺做工作方面咧，都真係遇咗好多嘅困難啦，甚至跌落好低嘅谷底。咁咁巧咯，好似你都係喎。係啊，我後生嘅時候，好多事我都要逃難，要經歷過經歷過戰亂啦，越南戰亂啊，咁樣我嚟到香港亦都好辛苦。雖然我有好好嘅家族，我都好感恩佢哋俾我一個踏腳石。但係俾個踏腳石我，我都係自己摁嘅，所以咧我好 proud of myself， 好覺得自己好自豪。我而家每一樣嘢咧，都係我用我自己嘅能力去揾翻嚟嘅。同埋咧，我哋喺2014年開始做呢個明哥之音啦，咁另外2016年嘅10月啦，我哋開始做我哋明哥之音慈善基金之後咧，我哋仍然都會繼續發放正能量，用我哋嘅歌聲送俾大家，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快樂嘅人生。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雲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如果大家想聽多啲、睇多啲我哋嘅 MGCY 明哥之音，可以喺9月15日嚟參加我哋嘅温暖人間慈善素願第19周年啦，已經係大家一齊嚟支持啊！